里有160件啊，然后还有102件，好多人在这里挑，还有一些外国人在这里挑，这边还103件啊，这些的。102件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卓卓，今天下午过来帮一些宝宝带货嘛，但是今天下午我早上有事，就是忙完了过来，那边10点半就已经很早关门了，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东西啊，就是开了单，但是呢都没能拿到货，大家再看一下这边，就是很多已经是关门了这边的档口。如果有一些宝宝想买的话，可以早点私信我，这样子要不太晚了，根本也不能拿到货。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这边也关了，整个档口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关门了。我现在的位置是万家这一边，现在就是清货比较厉害的时候了吧。现在就是你看一下这边，基本上103件，但是这种款的话，有点怎么说呢？不懂怎么说，就这些都关门了，就在这边的也不多了，基本上都关门。看这一条巷子，都关完了，还有也有一些人还在这边，但是都关门了。哇，这个特价30块钱，好多人在这里买。你看，好多人在这里比，应该今天一会就可以清完了他们家。后天的话才有货嘛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准备回去吧。